就是不长胖，嗯，就是不长胖。有的人就是不长胖。赤足行走，与大地肌肤相触，这基因问题。我那体重，就假如说今天要是感冒了一下，那体重还往下掉，没好好吃饭还往下掉。慢性胃病，嗯，有点胃炎，有一点点。完了，蓝 buff 没了，算了，无所谓了。老司机拿人头了吗？没拿人头啊，那还行吧。现在不是蓝 buff 没了的问题，现在是红 buff 没了。啊，干哈呢这？这上哪去了？这是？你给我中！哎，撇个地沟油平 A。撇油。撇油。你的闪现闪的，我真是服了，真的。你这闪现闪的真是没谁了。哎呦，我蓝枪都没让我打死了呢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闪现有没有？或者是定一手 ？Q 一下，撇油。这老司机怎么回事？你干哈呢？我想问一下。还有你，这赛恩可挺烦人的，这死了以后啊，撇油。早知道我走了，我忘了赛恩死了能打人了。来呀，姐妹，姐妹你干哈呢？姐妹。先来个遗失的章节，把闪现给我打没了。我这双 buff 没停过呀，我一看，啊，我这双 buff。先来了个红 buff， 又来了一个双 buff。撇油平 A， 平 A。完了，我车没了。是谁给你一直能去跑动的这种理由呢，兄弟？啊，你为什么可以一直的去中路赶客呢？我会让他们知道
我这推线是很慢吗？还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这推线是很慢吗？还是怎么回事啊？给我死了！中了！傻样吧，傻样吧，小伙子！我折磨人不？我老折磨人。哎，放扣啊，放不放扣，放扣就让我扣。哎，莫格纳这 W 技能是什么情况下才会捡西地呀？回血的情况下是哈，那可是满血不就不捡西地了。我操，满血不减CD，这也太可恶了！这不是命中就减，是你满血就不减了。只要你没血掉了，掉血了，你就铺技能，只要打中人了，那就捡CD。比如说现在这么点血，对不对？我铺这个，嗯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不捡了呢？啊，打炮车跟野怪啊，我看看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没怎么研究过这玩意儿呢。哎哎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哎哎哎哎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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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蓝枪赶个我，挺能赶个。哎呀，哎呀，再赶个我，再赶个一个，我看看。啊，再赶个一个，再赶个。放扣不？放扣啊！那放扣不就得被我扣吗？呢？哎呀，呵呵，哎，还放扣，还再放个扣，我看看，还敢放扣？扣死你！吃塔皮了。
回家了，无敌了。塔皮不会没，还好啊。下路也还行，中路也还行。哪路比较优势？比较劣势呢？打野那路。来个法川海。我现在比较怕啥？我比较怕他家鱿鱼。别人我不怕，那小驴人我都不怕，我就怕那鱿鱼。有人说我邪恶，我该证明他们是对的吗？25分钟左右你就没用了，我天哪，我老大用处了，我跟你说还没用了。这边把鱿鱼杀了，这鱿鱼指定得过来眨眼。等他来，这鱿鱼什么意思？这鱿鱼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鱿鱼，这鱿鱼，这鱿鱼啊，要单杀我鱿鱼。原来这里边有针眼。小驴人在哪儿？我好害怕呀，小驴人完来了我就死了。啊，还可以还可以啊，小驴人没来。赶紧拆。天哪，太吓人了。算了，女警来了，不狼了啊，回家了。要女警那边没来，我还可以狼一手。出美甲窃魂卷，我们现在的莫甘娜啊，只要 QW 人就很疼了，除非是一打一我能放大以外，其他我们不要去往前放大，知道吧？没用，进去了也是死，美甲窃魂卷也就没了。这蓝枪残你了，管能喽。哎哎，小驴人，来人啊，队友呢？来呀，艾迪周游。哎，对 ，Q 一下，平 A， 艾迪周游，拿下，中，甭管呢，回家了。越塔杀莫甘娜，我都没想到，兄弟们，差点钱，把这眼儿钱给我吧。哎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这可以打，这可以打。他们家没有人了。给我呀，给我吧，我想要个蓝 buff， 配不配？
不管配不配，反正他掉线了。开始折磨了呗。谁给推走了？能玩了不还？杀小鱼来，中！可以，放阿布尔妞一下中。别急啊，别急，哎。先画个峡谷先锋，嘿，恩典没有中，你小心点啊。我给你挡一手来，漂亮，把龙拿了的，中！哎呀，小驴人，小驴人，给个盾来，扣一下鱿鱼，打不了鱿鱼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还有几个人？还有个鱿鱼啊，还剩个鱿鱼和一个女警。嗨呀，女警，回家美甲窃魂卷25了。如果能找到足够强韧的武器，差200块钱猫子，我得出猫子，我不出沙漏，没用沙漏。沙漏是辅助出的。哎哎，不打了，我们没有其他的虚区啊，我们只有 QW 技能，不要再去 A 他。鱿鱼怎么回事？鱿鱼回家3800了，这咋又打起来了呢？哎呦，我打一手，中！那赛恩呢？那赛恩后边 A 你呢？给个盾来 ，A。我想回个家就这么费劲，就是不给回。没蓝了，兄弟，实在是没蓝了，溜了溜了啊！好，回家了。现在我一个 QW， 鱿鱼没了啊！这鱿鱼就直接就没。来个捡西地的，来个捡西地装备，冰杖可以。哎，哎，哎，哎呦我蓝枪，找我单挑，这怎么死的？这是。
干哈呢，小鱼兰？想杀我，小鱼兰？我这叫莫干浪啊！给我上地沟油！这一个盾多少啊？511，我操！给你个地沟油！中！我们现在就慢慢摸奖啊，摸一摸，摸一摸。那没办法，这能有什么办法？咱们就在后边摸奖啊，摸到了小鱼人就把小鱼人先杀了。中！夜沟油中死，扣一下鱿鱼死，要蓝枪，给个盾，看你的了，追吧。干啥呢？嗯，哎，完了，哎，没掉血，漂亮，抠一下地沟油，这是坠毁了，这是，来把他打死，哎，干啥呢？鱿鱼，那女警点我，要不然刚才我撇一滩地沟油，鱿鱼死了。曾经有人被布隆盾，布隆的那个盾第一下伤害没有啊？中，免疫第一下伤害，后边减伤。哎，我感觉好像是死了，抠一下，给盾地沟油，行呗，这我上不去，我帮你抠他一下，抠谁谁怀孕，给你吧，我要这玩意儿没用，我需要个蓝 buff。 德玛西亚忘记了战争的真正代价，我们得打个蓝，嗯，再来个法穿，马上16级，我先来个恶魔之拥吧，怎么样？我先来个双折磨，最后我们再来个法穿。别让他把龙给抢了啊！没事，我这一个伤害应该直接秒龙。给盾，地沟油，扣一下女警700。
给我冲！你被强化了，一勾油，完了，坑闪，好像不可以。莫甘娜不可以抠杀，哎，我慢慢摸，鱿鱼干啥来了？鱿鱼，哎，中，一勾油，不龙死了，不龙，一勾油。能推下来吧，应该谁近身我就大谁呗，保着点维恩就差不多了，中，给维恩套个洞，吸沟油，致命点燃接大招，平 A 空中甩个低沟油，杀鱿鱼可以，给你来一滩，万女警，哎呀呦呦呦呦呦，死了 ！Q W 溜，你，哎，我给你套个盾，快快快快快 ！Q 一下。